行嘞，大家请坐。大家个早上，早咪咁好困，有人贪眠睡，有人点病来病去哈。今日来到这啦，人非常的辛苦，人看到咱安尼努力个辛苦，我阁想着第一期，第一期来到这的时，无电风，无冷气，无遐尼水的所在，尤其是冬天，第一期的人无棉被，安尼困伊敢知微微错，三四个结这份提醒，好可怜你敢知？所以咱感觉讲，为了台湾人照顾，为了台湾，为了咱的子子孙孙，咱看到咱前辈努力牺牲佮打拼，咱会感动。所以咱今仔日来到这，我相信在座拢伫老我，对不对？咱来品一看卖好无？胖儿，迄是你家己的感受，你家己的对不对？即别人无做通啊。啊，讲我的味甲你的味是同款的，无同款，因为咱的 DNA 也无同款，对不对？今仔日呐，大家非常辛苦，我的名叫萨凯，在时啊，意思对有滴讲啊，萨凯，萨凯，有人讲萨先生呐，萨先生，我讲刘某先生，我唔是萨先生呐，我叫萨凯，我爸爸的名叫新卡曼，所以讲上海新卡曼。我1996年的时候，1996年迄当初，1993年的时候，我就讲我本来的名是陈清莹，清清搁莹莹安尼啦吼。陈清莹，我感觉讲，这本来这就是我，这不是我的名，所以我当初1993年的时候，我就讲袂使。我爱倒转，我爱摕我妈妈啊，给我的名，我爸爸给我的名叫萨凯。户政事务所我袂当，我不能改名，我不行改名。我说为什么？从细汉我的名叫萨凯，为什么袂当给我？安尼啦，我就改念念足久，到尾因考究啊来，就到讲啊，我大啊，你叫萨凯，那是你的姓啊，姓呢？我的名叫萨凯，我爸爸的名叫新康曼，所以萨凯新康曼。咱心情内底无多六二字嘛，这嘛是足头疼，对不对？安尼好，我爸爸的晚餐是免啃，我敢若叫萨凯，所以有人讲哦，你是萨凯，萨先生你好，我唔是萨先生，我叫萨凯，萨凯是一届、两届萨凯，对不对？一届无成功，一届、第二届安怎？很努力，对不对？第三届安怎？绝对的成功，你够好，够巧，你不是本土台湾人吗？真的。你真是台湾人，我不相信。你会当摕证据给我看，有无？拢是本人，但是你有一个法度通证明无？你提即摆提出来我看，你提出来我看，顶关写啥？中华民国嘛。你也无法度通证明你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有无？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时候就有的举手。拢有嘛？你想哪部？拢有对不对？所以迄部都代表咱是本土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咱若是阁捌申请咱的 ID 的人举手，咱台湾民政府 ID 的人，你正讲就是本土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要向进行，咱就爱了解一下。阮这高山族吼，高山族是用讲，我是台湾人啊，安尼啦，我是啦，吼，你什么事啊？我说你拿身份证给我看一看，那你念一念，你躺看看。他说中华民国，对啊，我说真的啊，你看看中华民国，你就是中国人啊，不是的，我爸爸是黑黑的，我爸爸白白的，两个加起来黑白啊，所以我爸爸是卑南族，我妈妈是泰雅族，所以有一摆，那个李登辉总统第一代表有一个国事会议，我参加国事会议，我就举手。报告总统，我请问我是哪一组？哎，那总统奇怪，我先那问这代志。他说我父亲是卑南族，我妈妈是泰雅族，请问我是哪一组？
伊就讲怪讲梦见，伊就在边回答。好，我再祝你，我爸爸是平原，啊，平地三胞，一见过平地三胞。我妈妈是山地三胞，啊，伊就讲平山，都山哈，平那个平地三胞个山也都山吼，个平拢我都拿去。改变到原住民的时，要过山岩平岩嘛。好，我妈妈山岩，我爸爸平岩，我什么岩？我请问总统，我是什么种？啊，伊就讲，哎，黄主任，哎，那那是你的代志，内政部的代志，你该回答。啊，伊讲，好，这样你这边来回答。到尾啊，讲好，不要烦恼，总统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被淘汰组。卑南族把太阳族结合叫安喏，叫嘛，啊，咱足巧对不对？我过会当来到这，今日来到这，虽然无冷气，虽然会流汗，但是有干，你会惊惊顺顺。看你的手的时候，阿公感谢你，就是你刚来到这上课，你得到这款了，好啊，佮改变整个台湾的。整个生活，生活个环境，所以伊讲阿公感谢你。咱今日伊那是无努力，咱今日伊那是无拍拼。我甲你讲，你看即个外流台湾的外囡仔，拢开始要安怎做外流，对不对？厝内底有外流的举手。好，了解外流生活无？来到遮暗时啊，安怎？老哇塞，是安怎？因家也阁有爸爸，也阁有妈妈，甚至也阁有囝、有翁弟。暗时啊，会安怎？上车，就目屎。是安怎？伊个国家对伊个老百姓无用心，亲像流氓政府。你看，即摆足侪少年人唔敢娶某，对不对？啊有无？迄个小姐也唔敢嫁翁，是为虾米？嫁翁了生囝。一生囝，安怎？负债偌济？负债偌济？伊讲28万，还阁有人再问，负债偌济？120万，你敢生吗？你那生来就120几万，好，念过大学的举手，有学贷的举手，对不对？哦，咱囡仔要大学，要读大学。咱无啥钱，咱是去向银行贷款。向银行贷款了，一毕业马上就有负债啊！哦，你看22K 做起来22,000，搁租厝，或者6,000，搁加分，所以搁剩偌济？剩无偌济钱呢？对吗？所以讲，看咱这种整个来看。政府无用心来照顾咱咯，这是无感的政府，淡定的政府，我把你当人看，我还教育你，没有这种的人，这敢是人讲的话，我把你当人看呢，哦，你看顶回电视有你看无？哦，八八水灾永久污染，这卖预告啊，记得去迄个马家乡。马家乡永久屋啊，多的气势。来电永久屋理事长，哦，马总统要来，快点把那个花摆起来。台湾组嘛吼，那个摆起来，摆好一点。哦，马英告几笔料吼，几个椅啊，头目的椅子坐。哇，这个他说这个很像普罗旺，你看这，普罗旺斯是对，法国，普罗旺斯，还也是那北方的。遐拢是花盆的临时摆，搁坐遐个普罗旺斯，我安尼水，这是不是？哦，你讲的吼，我有听到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国家，大家人爱讲安怎？真的话，对不对？爱努力，所以今仔日来到这，咱来了解。你看咱早期，我有时常讲，咱早期是安怎？咱老人，外口。起来，地上，阮高雄足济个，我毋知恁遮北部啊是，咱中部有无？老人啊，外口车跳倒歹，我是常讲嘞，跳倒歹吼，头前还佫一包，这边还佫一包，中央遮还佫一包，腹肚佫接一包，后壁佫一包，甲正边
这边拢一包，挑都要我包起来。目睭安尼看，嘛是晒四五张。迄是啥物人？你敢知？迄是本土台湾人。叫啥物？啊？老外有无？老外一个月偌济？万八万九，对不对？咱咧台湾人阿公阿嬷偌济？恁偌济？三千。对啊，三千是咱家己的，对不对？三千是拄啊好，好加在阿比总统起来了，较有诶，对不对？以前敢无？反正凯阿公阿嬷要巡查诶时，连自己伊嘛是共款。哦，安尼去做工，为着伊诶子孙，迄种诶辛苦，迄都是政治的另一种呢。会知影现在透早三四点，你先看卖。透早起来，伊啊捡粪扫，唔系捡个诶，迄落纸，这拢是咱的本土台湾，会使是啊。手干那看袂无，手干那看袂无，手干那看袂无，手干那看袂无。你啥物人？本土台湾人。你爱搭车，今日我徛伫遮，我的脚麻，我的手麻干，但是为着我的子子孙孙，我爬嘛爱爬过来。有一次，年纪一年前，日本的餐饮来到遮，我带伊去宜兰，咱讲以前的建设，多好，我讲到一半。游览车向向丘布里去，到了我啪上来，上来到遮，所以到了尾啊，我休息四个月，我的脚麻，我的手麻，即马个是麻，人个就艰苦。但是今日我查某囝会当来，我足艰苦。咱即马少年人足济毋捌，无要听恁老迄等父母的话着听，但是为着伊，为着伊的将来。为伊未来行行上路，咱用足济方法邀请伊来参加咱台湾民间有诶即个课，得到了，咱以后咱就较放心，对不对？咱今仔日来到遮，我嘛足感动。所以今仔日所有诶人拢嘛共款，足济人妈妈带查某人，哎呀，咱迄落囝，哦，甲咱家己诶，大家孙孙来甲咱读册，咱了解台湾甲咱独得即条路尔。这条路什么路？你敢知？法理的路，法理开始会当了解整个台湾的问题。你今仔日无安尼用心来去看，我甲你讲，悲哀呀，悲哀呀！什么叫做政治的利益？我高山庄，你敢知？我的山顶偌济，那个花，那个长偌济呢？到尾啊，五当无去做，到尾请的是变成来迄个顶官的名变改呀。干安怎？中华民国国有，你知无？可恶！差个政府，悲惨！阮家己的厝，阮徛家，阮阿公阿嬷留的厝，徛家旧啊歹啊，惊风台倒，阮就讲要维修啦，要修改啦。修改讲安怎呢？马上派怪手来，甲我拆厝啦！要拆厝，我就讲好，你拆厝，我一看人一千。这不是个案呢，这是通案呢。你是什么政府啊？你较比我较早，还是我比你较早？你爱了解，你爱要来进行，我就伫遮啦。无你来，你就甲我用看卖嘛。结果迄个科长讲，看咱坚持，哦，坚持了。我你跟宜兰、台东乡宜兰乡上罗川，结果科长讲，来参手，来参考一下，来参详一下。哦，我搁上课会来听你。啊、哦！我要将这代志要做好。我用什么理由为他们？伊讲用安尼啦，为了防堵堵那个挡土墙，啊、哦，为了安全掩护来做挡土墙。伊用这理由，我较会当保留我的高处，你敢知？所以讲，这种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的快。早期你看，选举利用选举的时间开始就怎了？悲惨，然后既得利益要为了选举，就甲伊讲。骗一用一套来，甲你骗，然后佫请你去，迄落坐游览车，后去拜，迄落
去高迄个高雄也好，北部也好，安怎？对不对？这种自强活动，都是开咱的钱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你我选举的是开偌济钱？我无落偌高，你敢知？以前早期的时，一个选举，一个立委哦，选举要安尼洗一年台湾所有的部落，车顶要四十几万，啊不四千万，也一年四千万呢，也够足够，你敢知？打电话讲，哎，老妈，老妈，这样，迄个是台湾族啦，我旁边那个垃圾帮我带进去吼，你敢知意思？旁边树底下的垃圾帮我带进去来，迄个是几万？你看嘛，电话中就是安尼讲。啊，花莲西林乡，伊嘛是同款，为了选举，结果呢，我被查掉，查了所有的部落内底，拢遐敢那轮，啊，你有一个迄个乌鸦上九十几岁，唔捌代志，拢坐伫遐当当，是安怎拢无人？哦，全部去做征秀，空啊，即个部落拢空。国民党利用即种，咱家是台湾人，无法度。为什么台湾人拢为着五百块？将伊适当的管理全部放下，所以可怜甲悲哀。这种的政治，咱来了解，咱来去思考。今日来到这，因即摆吼政治的腐败，这些个呢公权力，然后呢职务利用职务之便，然后偷谋取利益，谋取利益，这种物件腐败程度到什么程度，它会造成影响。所以很多地方有人吼，伊要选举之前，就讲你这边只啊部落吼，想了方便。啊，你为，我这条路吼，即马消化不好，我紧，我一百万给你。用讲的呢，一百万，你要无外久，马上部落好，一百万，加所有的人拢爱搞。那钱是为倒来？是为咱遮来的吗？所以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就会做成？讲你就要按照处理，他会当解决任何的代志。北仓政府，咱不相干，把我们当成人看。所以你看，伊去台东的时候，安怎讲？台东的支持者，马英九当选之后，我就很少看到你了。伊安怎讲伊啊？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？这种的逻辑，这种的 EQ。哦，这种还可以当作总统，当这边抗争抗议，干不好个，伊安那淡定，我淡定了，无感觉，对你无感觉，是不是好家财？伊即马认为讲 X 法则而强调，台湾人敢知影 ？X 法啊是安怎？来滴内容你敢知？你看 X 法强调美国的金融啊，是不是安尼？美国的速度比咱较紧呢，好加载。哦，2000年的时，来控制美国政府，到尾啊，哦，伊就了解讲啊，台湾控制了，咱赢，开始，哦，美国将对咱，他一路啊，奥巴马总统，伊选去第二单。我当第二当时，伊对中迄个中国是咩？小可安尼，惊惊，啊，接顺安尼，到尾人控告成功了，伊对中国是安怎？就是一再国际法，啊，被当作挑衅，哦，伊就较强，伊了解，原来台湾起码嘛是伊这样子。所以讲，必须要控告美国有效果无？非常。今仔日我想到秘书长，所以我想到摩西。摩西在当年啊，神向伊讲：“你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”但是林志升伫台中国，好安尼，好乖，掉一头出来。我到尾要到厦门坐坐迄条啥 A 三房啊，什么船？上班啊，伊坐船安尼，吼、哦、坐船，走来的时，迄个上班啊嘛是谢谢，吼、哦、坐咧拄拄啊好，讲暗时啊走，走到金门，上班啊就讲伊讲到车咧，啊、哦、是安尼到车，这只个海咧，我到车咧，
伊就无法度，伊就去扑水到车。哦，不然按民风呢？水到车按民风会比你错，会惊未？你会惊未？头前看咧，介只只情侣约在电话咧，后边看咧，厦门一定也嘛是哦，足远个。你一个人伫遐暗时啊，乌伫遐惊到，佮来听你遐有偌久，脚骨酸，酸到尾啊安怎嘞？哦，伊就安尼慢慢仔震动，但是头软，愈行愈安尼心，愈烦愈闭，我愈惊咧。到尾拄啊拄着插着一个物件咧，迄内底有只呐，咱金门遐海内底拢有一支支啥物？防啥物？防天机啊吼！但是迄天机啊，佫新鲜嘞。阿姨过来，哦，足疼。但是伊找迄个伊的手帕，吼，放只垫底了，对，垫底了，揢落，揢落徛起个，哦，较舒服。哦，安尼伊喘，喘的是拄啊，雄雄一个光来。内底又有一个五万。伊讲，天，若是某有机会，阿妈托你遮。啊！我绝对为台湾做代志，迄是一个祈祷也好，迄是一个啊祈求也好，总是伊内底心伊个内底毋忙，伊要离开即个所在，绝对为台湾做代志。经过这过程了，拄啊发觉伊个旧个手机吼，拄有一个闪烁个光芒，手机伊就想着，不敢无谈。伊马上确定了吼，啊伊弟弟，啊伊哥哥啊弟弟，都欢迎过来。哦，他系讲我即摆人伫等，了后马上上迄条海巡署啊去找两点钟，啊找着伊啊。哦，安尼过来遮，若是讲无即种规定，我为虾米拄啊讲摩西？摩西也是个快。哦，是啊，伊条埃及王看到，哦，约瑟王将迄条西，迄条以色列。愈来愈勇，愈来愈吼，迄、哦、落好诶时吼，伊开始惊，安尼好。咱即马从这以色列人吼，咱来做一个两城诶迄落啥集货城，互伊做一努力，做一苦工，互伊拢忝甲无机会通啊去收其他诶命迄落代志。了，生诶囝、查甫诶，拢爱安怎抬头？抬头。但是摩西因妈妈，伊是信神的人，伊也祈祷了，伊感觉讲，哦，就摩西摕着迄个尼罗河遐，尼罗河遐用啥物草木，伊也过来用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物菜吼，啊用起来，哦，防落水的钓，哎，摩西的坑边环，哦，尼罗河遐自在漂流，伊讲，哎，刚才的必须就好嘛，这样漂流，漂到得力干脆，埃及王女儿。谢谢富的所在，啊，伊拢是河啊边啊，河底了溪水边啊，遐些都看到，啊，囡仔啊足宝珠的，啊，了后可能作为他自己的义父，啊呢，摩西就去了第一条上埃及啊，接受高级训练，啊，但是你别离开妈妈亲戚，你妈妈讲，你不是埃及人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是以色列人。伊就是小孩，而且细汉的就听着讲我是以色列人。等伊大汉的时候，伊就去以色列看看伊家己兄弟姊妹的时候，伊的弟弟感觉讲啊，迄是我爸迄个哥哥爸的弟弟。有一回埃及拍因迄个以色列人，相拍的时候，伊就感觉讲吼，这埃及是安怎啊兵哦拢欺负阮的兄弟安尼？伊当阵是力壮吼少年嘛，我就干的。哦，受气了，从埃及兵哦，直接胖了一点死了。哦，伊就死了，伊就惊到阿惨了，这种对立啊，得了，变成去啊，来去啊，饲伊个阿姑的迄个啥，牛啊，要饲羊犬啊，吼，伊啊饲，到一个旷野的时候，拄好一个火鸟在打仗，熊熊伫山顶迄种火，那个火焰啊，足大，但是内底有些香哦，摩西，摩西。摩西看到了，每一笔的时候，都不能再进来，这是圣地。听到一种声，伊马上从夜底下登天，每一笔听讲，你要去埃及，将以色列带出埃及。了，以色列的摩西安那讲，我这么老了，我这样子，我可以吗？神就该讲，你去。
那个权利就随着你而去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必须要当时，伊海囡仔的时，伊就得到这种的体系，这种的感觉，好，去使台湾有一个新的面貌。所以安尼开始，伊了解战争法，了解这法理万能公法的时，安尼了解了，发觉讲啊，台湾原来也不够呢。所以开始招人来控告美国政府，最后来到这，咱较有机会了解咱即摆即种的状况。所以今日你来到这，我会感觉讲，你有影是足巧，你有影是足巧，但是你爱上课。你今日来到这，虽然是无练琴，虽然暗时啊拢流汗，但是有非常有价值。以后我倒转去，我会大声甲阮囝讲：恁爸来到这，来受三天的苦，苦了吼，来这是受了无冷气，你还阁袂歹呢，还阁袂出声呢。顶期啊，有一个少年啊，五岁少年，归阮无有一位，哦，来到这，了顶期然后请我教练，他去看房间，看房间的时候啊。怎么住在这里啊？大家啊，我不爱，因两个人公公也有个人来，我要退位，我不要，这不是饭店吗？你讲这不是饭店吗？安尼，哦，你讲要退位，咱就袂勉强，我就跟伊讲，既然来到这，您爸爸妈妈用心叫你来到这，你要退位。你讲坚持要退位，我就开始翻牌退位。退位要出门的时候，天无地广。一出门，落大雨，落大雨，落到避到那个啥，警卫室遐，啊叫车，叫有车，遐一遐挂了钟，到了阮有一个副处长甲伊讲，讲到尾啊吼，啥拢冻，啊无一摆袂使，过一摆了，感觉了好，我阁去上上课，去卖上课，你敢知？暗时啊十二点，从来哦唔捌停电。天麦十二点开始停电到六点，哦，伊拢冻袂了，你看呐，好气伤哦。第二天啊，听着了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下晡时啊，伊感觉讲啊，对，其实听着了，我感觉讲我有梦啊，所以伊感动来无久了，我感觉讲下次少年人袂歹，哦，伊就开始用心甲阮配合，同款，阮即回家。啊，咱遇到足侪足侪代志，尤其是咱这里华府事件，华府事件你捌听过个像？咱本来到即马，咱足轻松，你敢知？咱疫情真的退掉，你敢知？四五月就退掉，但是咱出一个代志，咱出一个代志，好多个拖拖到九月，虽然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好佳哉，有一处。啊，这事情发生了，啊，这处发生了，有人较知影讲，诶，这头是安怎，这头是安怎，咱要用心，不是所有人都会使。咱遮内底还阁足侪失败呢，你敢知？来了，去美国马上病变，你敢知？我咱差小化这门就关起来，何解在咱必须就有义务，马上宣布惩处名单，惩处名单宣布了。陈主名单选不了，啊，咱的机会就来了。陈主名单选不了，美国讲嗯，好，安尼也阁会使，但是也阁无够。也好佳哉，有四人得出来，有四人感觉讲认为因这拍的人无好，马上啊，倒转来，倒转来了，美国，比如你甲美国讲，你看，我这四个人，甲迄拍的人无同。我的理念就是跟台湾教育同款，因你放的人就是讲，爱倒是后壁有绝对是有一个无处理啊。所以美国看了了，后来就回家连续来十期，啊，五十九期、五十八期、五十七期，能看到咱的这个进度哦。美国讲，嗯，我姑娘你讲的无对，所以伊就讲九月前底，也阁予伊有一次的机会，啊，召开国际记者会，啊，国际记者会，迄当中。你袂当不讲话，我来安排。美国讲我来安排，
伊干呐派人遐徛着好，伊免出声，我来安排好，吼、哦，安尼大家是较安全。有到时吼，必须对阿哥讲，去迄边遐吼，绝对要找袂晓讲钱，啊，伊着英语，吼、哦，因为讲伊往袂讲，咱就惨嘛。咱伊讲总讲我袂晓讲啊，安尼着好啊，安尼着好，马上 OK 宣布，啊，就解决啦，是毋是？咱有够惊吓咧，咱搁出去。我遇到迄个人，咱就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台湾即马即代志，你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有人讲啊，你遐上课，危险咧，啊，遮你个头都无去安尼。敢有两当过了两当来到遮，阮个头脑好好个，对不对？这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是脚麻、脚麻、手麻尔，啊，对不对？我来讲免惊遐，注意。迄个咱华联，阮华联的同事吼，高山总，警察看到吼 USND 的车，迄毋是咱驾牌的，咱驾牌是马上免迄个红线，迄是以前家己做，但是 USND 的车，高山总警察吼，带两三个迄个记者，啊，咱对的《联合报》《中国时报》，安尼去抓迄个。结果堆到后来就要动起来。你这个是什么违法？一个违法，那些同心工，你根据什么违法？先告诉我你根据什么违法？这个是 USNG 给我们的，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没有资格管。我说的五天哦，就在美党的哈，老卡呀、秀皮呀、布皮，你们没有资格管。哦，那个警察嘛是，就很乖，啊，喜欢提那个啥。哎呀，啊，要用起来，要要去上，啊，看到讲 USNG 个机啊机啊，美国机啊机啊，迄个记者讲，记者讲，请别去，请有美国机啊，咱去后边，咱同事来讲，不准，后边未得搞去，你要去头前，安尼，足大声，你要去头前，我当去，但是有去无去，伊唔知嘛，啊，到尾人看是伊敢若去后边，啊，有做是去后边。然后伊就讲好，你搞办，你马上去啊，讲家己的主管报告，看这是有违法无？然后我爹等，马上爱要有结论，去去警察提一个牌啊，哦，你派出所，家己的主管报告了，主管讲你唔通无，你马上提去，哎，马上提去，然后你马上提去，报告大哥，报告大哥，你看大哥呢？报告大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下三次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大哥的变来了，那同性跟大哥一样大，我叫你不要弄，你自己给我弄，好，你现在自己给我挂好。你说我，你要报告对不起，你帮我你挂了，不行，好，你自己亲自拆的，你就亲自给我挂上去。这条标，哎，这条牌，进前是警察摇牌，起码后边是咱摇牌啊，你刚才，咱来看。好，咱咧白羊时，我不是正式发表的，但是 USNDD 遐所有的主管，咱知影接唔通讲，是啊，咱看嘛是同款，咱不错哈 ，YouTube 内底有了有咧放流，迄个啥，中国流氓政府的迄个啥，迄个查拉政府啊，的警察啊，笑脸摇摆，阮底下做宣传的是，哦，咱今天同心吼，伊会车嘛。就转喇叭转到派出所跑起，嘛是讲不，拄好是中头先啊，我一切，当然伊嘛是起码一摆，即咱袂当安尼做对不对？但是咱看咱了解规定，伊来了，警察三四个开始来，哦，少年也分个低个，阿公你只分袂爽啦，你袂当分哦，阿公讲我为虾米袂当分？我骑车袂当。在路中这分物件袂同啊，这敢有啥物规定？啊，拢袂同。但是有一个中国警察吼，查拉警察，伊就开始抓咱国新的车，二级平车。二车的时候讲，你不能哦，他不是现行犯哦，哦，我拢有去，不是现行犯哦，就开始抓车拉车的时，哦，当然，我那个阿元就是咱的法务部哦，伊是以前的40的检查检察官哦，是也检察官那个派出所，大家都开始比啊。你讲根据什么？根据什么？安尼啦，那警察就叫摇摆，我你自己查，你自己查。
本来我讲免查，我进去哦，你读，啊，你读，结果偷偷起来，伊主管拢不对啊，马上打电话给公务员，打电话叫主管，主管来了，他讲啊，好啊，我们到里面谈。本来迄个小少年的几个三个人吼，本来讲好，本来有法有故讲，这几个马上去三第三组，第三组来征讯，第三组征讯，伊唔敢，伊唔敢，警察唔敢哩，到尾伊主管就来了，主管就来了，哦。甲阮下个保护部长吼，伊个房间、伊个办公室去讲，讲到尾啊，阮迄个保护部讲，即种问题你也了解，法律的问题，证明咱个主管也是铁道，啊，日本铁道。啊，讲迄个主管讲啊，哎，啊，我嘛是日本人哦，对，你也是日本人，所以你爱上课。甲主管讲，你爱上课，安尼哦，哎，我袂当上课，袂当。你看，主管拢知影。主管是唔知，所以免惊遐，会惊未？免惊遐，这条路是对的啦。你若是讲这回你无用心、无努力，差一干尔，差一干尔，是因为你的努力，互人甲接落了后，我甲伊讲成功，你会甲带恁家孙、哎孙啊，拢你看，阿公。我是有出来，互你生出来了，教育免安怎，免钱，到大学生拢免钱，生一个囝，阮高山种较好，你敢知？高山种吼，生一个补助偌济，你敢知？哎呦，你搁去哦，你搁知个？哦，安尼哦，恁查某囝哦，计好有啥？高山种，敢知？无机会哦，啊，无，哎，哎，咱不生，咱不生，哦，高山种，生一个，补助偌济，100,000，是安怎？你敢知？美国讲，高山种早期是120,000，即摆敢剩51,000，所以呢，51,000到120,000，这中爱补，吼，所以鼓励，甲帮忙，伊是用钱来来体谅，所以呢。生一个，咱补助100,000，后位高山种听着了，安尼我要生6个啦。咱的连干事讲，伊即卖有6个啊，我要生6个啦，6个多少钱啊？600,000。哎呀，100,000，六多少钱？一个100,000呢，6个多少钱？你讲会，你会晓生无？我来讲。你若是黄埔，唔通哦。有人讲安尼好啊，我过来找一个迄个无沙种，我伊吼，我变来入罪啦，吼、哦。伊这是应该是实在，但是免烦恼。咱台湾民政府，咱所有的台湾人，58岁有安怎？清楚。咱老人，吼、哦，老人年金偌济？美金偌济？800,000，安尼囡仔还会烦恼恁吗？无可能嘛！一个月你若是有30,000+，吼、哦，我甲你讲，也莫招招，咱来去澳洲行行。这就是台湾人，你敢知？这就是政府爱照顾百姓，用心就是安尼。那无治安要怎处理？咱治安是就作乱，对不对？乱。安怎治安？咱的保护部讲出安排，50,000就解决，敢有可能？50,000就会当解决治安的问题，敢有可能？有啊，你甲我讲，你不要讲，啊，你要听无？50,000就解决，这治安问题拢是因为输啥物？输毒品嘛，输啥物？拢毒品。刺激了安怎，就开始，吼、哦，就开始避棒嘛。你啊无通啊做的时呢，开始安怎偷嘛，是不是？抢嘛，啊有些爸母就安尼拍死嘛，为了迄钱对不对？所以造成这治安的问题。但是咱呢就防护工简单，50,000就解决。加到迄边遐，咱必须要讲，加到以后拢无。
台南搁搁伫家家遐咱饲呢，咱摕咱个饲去饲，互伊住，互伊食，敢有合敢合理？无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全部来废除，全部要废除，为什么？不合理嘛。所以你讲你倒毛头来，赶紧去安怎变形啊？劈一个啊！啊，变形了了要安怎？啊，我哎，咱来准备吼，专门去变形的啦。但是我想讲讲袂当，咱老祖公因的时阵啊，切你要安怎变形？你家己只头就无同款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内底有人讲面，即卖哦科学足发达，用机械，机械无感情。伊变的只头拢同款，拢设定好，唰一个开啊，开花啊，可以一礼拜袂煮，下日可以一礼拜袂吃。哦，看你烦偌济，你变心了吼，人会惊袂？你外高，你都无头外高，你有钱你就来。来治安，吼、哦，你住迄树迄物件好足简单，全部如果你有事，拢去赔，赔免钱，互你住。住到尾啊，变成安怎？你有快感，你感觉？同款的味啦，但是慢慢啊降，慢慢啊调，调到无刺激。了后招数的呢，有市场无？有没有卖的市场？无啊嘛，招数无，无市场啊谈的是，这个安怎？就无去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想想也对呢。安尼来，迄、那个树啊、食的人，到外口刺激啊、相拍的拢无。咱台湾就足水。伊叫佛摩萨，是不是？佛摩萨的歌有人听到？佛摩萨，咱的宝，咱的爱，也唱也唱。来做个记号。佛摩萨，咱的宝，咱的爱，亲像阿母叫阮的名。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，烟花波着美丽梦。佛菩萨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有咱做先老过关。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。永远抱着美丽梦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咱的佛母才是我的水的感觉。咱不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咱的大家讲，你什么人？台湾人。本土台湾人。对不对？对。你怀疑，我看伊面拢怀疑。那是讲正港，你是本土台湾人的，你站起来。你认为你是本土台湾人，站起来。免叫哦，免看人哦，免叫哦，也阁有足侪中国人伫叫。咱咧大声讲出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三声好唔好？哎，我准备切。我是本土台湾人。我是本土台湾人。我是本土台湾人。开始无人看，然后摄影机无迄无拍，然后摄影机，当所有世界哎呀，世界人拢来呀，咱是本土人来，向遐，来向遐，啊，摄影机来扫扫一下他们的面孔，哦，咱咧大声讲三摆，你讲，哎，我是本土人，我是本土人，我是本土人，啊，掌声鼓励。来，今天你开始，爱对任何一个人讲，我，面流枪啦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会晓未？会。来，你起来，向遐看，大声讲，我是本土台湾人。哦，三拜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我是本土台湾人。会上，还佫有人要做一做迄个自大朋友无？来，举手，有无？好，来，向遐看。我是本土台湾人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我是本土台湾人。掌声鼓励。咱爱有一种气魄。我是本土台湾人。
情，有感性的，我是悲惨，因为经历真理，干了一个名，迄无可能改变。真理它是公平，它是公义，它是真实，它是实际。即马少济中国啊，少个悲惨，因为他只有懂得道理，说道理一大堆，就好干的呢。但是行不出来，活不出来，一讲就是悲惨，一讲就是侮辱人，一讲就是安尼后尾杀人。这内底无真，今日咱台湾人，亲像3.11日本海啸的时，你有看到日本人无？排队摇到要死，倒咧昏咧死，伊也袂醒。你敢知？日本人是不是全国看到迄卖3.11的是感动到，这种的民族是安怎遐尼好，遐尼遐尼好？你敢知？咱早期的日本台湾人嘛是同款啦，可能话你好细心啦。我早期日本我学道上就安尼教教育，恁即马开始，恁家己的衫、恁家己的裤、恁家己迄个物件，咱家己处理。阮家的兄弟有一个校长来到阮家，看到阮的衫、阮的脸盆拢整齐到，伊就流目屎。我讲这种的教育是伫倒来？这就是日本教育，有成功无？但是咱失去了这种的，咱已经没有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不像咱的流氓政府来到咱这边家，和所有的台湾人剁山安尼剁到吼。脑内底拢是屎，要清歹清，要安怎？何干才？有一包，有一上好的油啊，什么油啊？法理。自从巴西人的法理论述，台湾整个问题就逐渐的改变了，逐渐的改变。来来了解。你必须要用心认真的看法理新台湾，新台湾那个册，你一定爱看，这一本你也应该出来看看。好，这本要看。新台湾论，内底你要用心去看，那整个看了，你就知影台湾今天的主权地位。啊，今天台湾今天的现况是什么？有人知吗？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！日属美战，你看，那边这边只旗啊，是不是咱的？是不是？红色这是什么？日本。日本，日本即马是新的吗？即马是日本吗？爱了解，不是即马新日本国哦。咱即马比即马新日本国较大，你敢知？咱是什么？大声讲，陈明。所以，我顶回去日本的时候，讲，このまるい赤いのまるいは何何ですか？日本人讲，我就讲这是红的是什么？你敢知？日本人讲，我看到哪里？唔知。好，阿达吉，我看到了，伊嘛呢？この赤い台湾话呢？现在台湾。这个圆圆的红的阿开的话，马达听懂黑干了。好苏的斯卡，他马说好苏的斯卡，日本人，你爱讲谈天龙黑干，伊马上卡起来。你敢知？伊对天龙黑干，有一摆咱过年就好，一两个日本人去，下阮隔壁遐有一个鱼市场，鱼啊市场，伊即马要去找一个日本的古董，所以无，咱来坐。行走到我的总部，看到我的车，台湾啊，这个土地仍是天皇所有。然后你要看到一本机，伊就安尼看，哎，我看好看，安尼，我为这个看是介绍，安尼就安尼齐拿镜，你敢知齐拿镜是啥物？齐拿镜是那是那，就是中国嘛，哦，我安尼看介绍，但是我落来是，感觉哎，安尼看哎，无像呢。啊，日本人我讲，嗨，闽南朝国你好，你得是靠。我说你们是日本人吗？嗨，我带去过日本人。
哦，你迄落因看到迄天路，因咧分位拢安尼。我卡路卡，我说我就直接来讲，我卡路卡，可能阿开哪里有难呢？我看到嘞，啥安达金牛教育过失败，我说你们的教育失败，我直接来讲，嗨嗨嗨，安尼。明天台湾万里红谁先发表？我说台湾里面很多是日本精神，啊，日本万里红谁先拿不拿？我说日本没有日本精神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天皇的臣民，啊，松卡松卡东西安尼呢，啊，松卡，所以阿开马路云话天罗会看的，我红红远远的是天皇的，啊，我还说的是卡。伊就开感动噶，来，伊来是来滴阮啊，迄个啊，迄个啥，迄个中国嘛是共款有一种嘛。伊讲伊会晓唱台湾歌，我讲好，你唱，你唱看卖，我只东西就做伊家己唱，啊，伊就专门滴吹着古调，啊，迄古调，好，伊就认为讲吼，台湾人也真好，尤其时代去靖国神社，伊慢慢的感动了解。有也无同款，即厝即回